最新挺过阿翔的不伦风波后，逐渐复出演艺圈，时常会在社群上大方分享生活。近日，他透露乔玉男神余文乐合照遭拒，公开超尴尬的过程。他在内文中写到自己去好友的花店拍摄业配，透露看到一位头戴邮差帽的型男从车上走下，散发着帽檐也遮掩不了的成熟男人味，边眼认出是余文乐，边笑说自己挤眉弄眼，暗示摄影师。余文乐就在后方，没想到摄影师没意会到，倒是余文乐走进店前，应该瞄到了我颜面神经失调的呆样。拍摄结束后，他鼓起勇气问店员是否能帮忙问余文乐可否一起拍照，没想到店员一口拒绝，没办法哦，因为他是艺人，我想不太方便。不假思索替坐在角落的男神婉拒，细心对此鼓起勇气回店员，艺人吗？但我也是，没想到竟得到哈你是的反应，过程太尴尬，也惹得全网爆笑不已啊。Bye.